请看同生中普贤菩萨寄诵第八首。佛子众会广无限，与共测量诸佛地，诸佛法门无有边，能懈了之甚为难。这与前面长行第八门呢也相应。菩萨修学的法门无量无边呐，那菩萨根性不相同啊，就像一个大学一样，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可惜啊，每一个可惜里面都有许许多多人在给他听修学。佛的法门比世间的学校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啊，那简直没有法子来称说的。清凉大师在前面注解里头说得好啊，这些菩萨虽然多啊，只能知道自己所知的境界啊，就正像学校念书一样，他学哪个科系，他对于这一系啊这个科目里面他知道得很清楚啊，另外一个学系呢他就不清楚了。谚语里头常讲各行如各山呐，啊，他们学的是专科，所以佛子众会广无限，啊，这是讲的佛子是菩萨了。众会广无限，这里头就显示无量无边法门啊，这是菩萨们所修的无量无边法门。与共测量诸佛地啊，他们要来了知如来境界，能不能办得到呢？办不到啊。不但全教菩萨办不到，这个佛子前面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啊，啊，有外子，有庶子，有真子啊，他们所修学的法门真的是无量无边。我们想想佛的境界，那哪能够想得到呢？啊，佛的境界叫不思议境界，啊，前面普贤菩萨为我们显示的，啊，不思议解脱门，啊，所以。没有办法了解，那我们讲呢，这明心见性的行不行呢？明心见性还是不行。岂不闻古大德常说啊，等觉菩萨望佛境，犹如各罗望月。这是说的什么？说到菩萨说的顶头了，等觉。还有一品
身相无明未破，那一品身相无明，给诸位说，虽然地位都是等觉菩萨，那一品身相无明呢，个个不相同。为什么呢？身相也是无量因缘啊，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缘啊。他究竟修的是哪一个因缘？必须破了这一品身相无明之后，佛的境界才能够现前。换一句话说，等觉菩萨都没有法子想象，何况我们。这里面给我们修学很大的启示，正是古来宗门大德里面勘验学人呢，常常讲你会吗？我们都不会啊！为什么都不会呢？前面讲的不老实，不能够测量啊，总是想去测量啊。这测量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分别。研究研究啊，推想推想，越想越错这就是不老实啊。啊，你还想去研究研究，可是佛非常慈悲呀，你想研究吗？叫你从研究这个方法去证无上道，法相唯识宗就是叫你去研究啊，就是叫你分别，于切实地论上，把一切法分为660类，那就分别吗？所以佛确确实实是随顺一切众生根性的，但是你要想想看，哪一种根性最利呢？最利的根性呢，是老实念佛人，他在这一生当中去无上道啊，就是待业往生，一品烦恼没断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，都是阿惟越之菩萨。无量寿经48愿里头讲的，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佛哪有妄语呢？佛哪里会说假话呢？换一句话说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地位是很低啊，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的地位，可是你的智慧，你的德能，你的道力等于七地菩萨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个讲法了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听到都摇头啊，都不能接受啊！
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在所有经论里头都没说过，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啊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？释迦牟尼佛说老实话，也怕我们怀疑啊，也怕我们难以相信啊，请设方诸佛如来来作证。才知道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说法是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共同的说法。啊，于是净宗学人对于如来经教是什么态度呢？一丝毫疑惑都没有，不管是懂是不懂，完全接受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即使是不了解，欢喜合掌赞叹呐！啊，要不要去研究它呢？不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要研究啊，我们念佛这个清净心里头又夹杂了。把我们的功夫破坏了，不成了，不研究啊。啊，疑惑要不要解决呢？要。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啊，我这个疑问放在一边，理都不理会他，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会给我解释说明啊。啊，我们心里疑问不需要提出问题，阿弥陀佛知道。就像华严经，我们到底下这个现象品就看到了。啊，在介绍品题的时候，清凉大师就说得很详细。啊，初会里面菩萨有30多个问题啊。这些问题里面啊，这些问题里头啊，菩萨都没有说，佛就知道了。啊，你有疑问，虽然你没有说出来，佛会给你讲解，帮助你断疑生信啊。啊，因此我们不但现前的疑惑，过去生中无量劫前的疑问，储藏在阿赖耶识去档案库里头啊，自己都忘掉了，佛知道。啊，我们自己把这问题忘掉了，佛晓得，到极乐世界佛会给我们说法吗？啊，所以何必在这个地方浪费精神，浪费时间？净宗学人呐，不一样啊。我在这个在现前，是因为实在呀没有法师出来讲经嘛。如果有法师讲华严经，我天天给他作礼，我天天礼拜他，
我老实念佛，欢喜赞叹呐、我也会来听呐、我怎么听法呢？我在这里念阿弥陀佛，不夹杂了，不间断了。在道场里面呢，做影响众啊。自己功夫绝对不间断。来听经对自己功夫决定有长足的帮助。所以诸佛法门无有边呐、普贤菩萨就代表了。能悉了知甚为难，实在讲呢是做不到的。这桩事情我们应该要晓得。所以特别是初学的同学，涉猎佛法，佛法的宗派多，法门多，可以浏览。不必去深究，深入研究，实在讲没有必要。浏览，能够体会到的很好。体会不得的不需要去研究。应当找什么法门呢？适合于自己根性的。这就是四义法里头佛所说的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什么是了义呢？了义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这部经对我了义，对你不见得是了义，对你了义，对我不见得是了义。了义的标准是什么？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帮助我们自己成就无上菩提，那这是真正了义。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你在四圣法界的不了义啊。你还要费多大的力气你才能够超越十法界太难太难了。哪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才能够真正。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，才能证须陀洹果。然后八十一品思惑断尽，才能证阿罗汉果。你不断烦恼，你怎么能证果呢？这个是难呢，不要说别的，就是这桩事情，我们这一生有几个人能做到？所以想来想去啊，还是只是净土法门。世尊在大集经上讲得好啊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，你虽然也是修清净心的，佛没有说啊，末法时期你成就，佛没有说这个话，佛说净土成就啊。
我们修净土，选择净土，顺从如来教诲，过去清末民初有一些大德们教宗华严行在弥陀，能不能讲得通呢？能啊！为什么呢？华严经里面当机者有一种叫大心凡夫，烦恼虽然没断，心量大啊，确实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有度量，能容纳一切众生，啊，这种大心量，能全心全力弘护正法。啊，弘护正法的意思，诸位要懂，要真正清楚，真正明了，自己决定是受持、读诵、为人演说，这才叫弘护正法。弘护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护法的人也是受持、读诵、为人演说，弘法的人也是受持、读诵、为人演说，决定对于圣教信受奉行。所以，若不深入经藏，弘护工作要做得圆满，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！必须一丝毫的私心都没有，一切是为众生，是为佛法啊，为正法久住世间呐。这里面夹杂一点私心啊，为自己的名闻利养，为我这个道场兴旺，那个念头都错了。要为世间一切道场去想，为世间所有修学佛法的众生去想，这样才能把弘护工作做好啊！啊，尽心尽力去做。民初我们确实看到不少的法师居士大德，啊，他们是一心修净土，但是他们没有依这个净土五经一论，啊，云音法师一生是依楞严经啊，他是楞严专宗啊，啊，教宗楞严行在弥陀，姜维农、周芷安，啊，姜维农一生学习《金刚经》啊，
周芷安学习《般若心经》啊，两个人都有著作。一部经上用三四十年的功夫，真的是一门深入啊。但是他们念佛，教宗般若行在弥陀，啊，能不能往生呢？肯定往生。无量寿经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有四大段经文，前面三段是讲这个上辈中往生，中辈往生，下辈往生，最后一段慈州法师在科判里面把他判的叫一心三辈啊，就是不是依照净土经论，依其他大乘经论都行，不管依哪一个法门，只要你能够功夫到成片，同居土往生。真正到见思烦恼断了，方便土往生啊，尘沙无名也破了，那你就是十报土往生，一心三辈呀。说得好啊，净土法门广大，不管你修学哪个法门，甚至于修学其他宗教都行啊，修学其他宗教到什么程度呢？也到功夫成片，心地清净呢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啊。你把你修学的这个功夫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通通的往生。这个法门广大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在佛门里讲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无论修学哪个宗派，回向都能生净土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？学基督教的，学天主教的，啊，学其他各个宗教的，你的功夫也能到这个程度啊，到这个功夫成片这个标准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摇。最后你要是知道有西方净土阿弥陀佛，我把我修行的这个功德回向求生西方，阿弥陀佛一样来接引你。阿弥陀佛绝对不是说，哎，你是基督教的，我不来接你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问题你发不下心去啊，你只要肯去都行啊。那法门真的是广大了，决定没分别啊，不分我们今天讲不分国籍啊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一律欢迎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啊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啊。华严就是发扬这个理念呢。啊，我们看看华严经里面啊，大的团体170多个大团体，不同的国度啊，不同的色身呢，啊，有菩萨身，有声闻身呢，
啊，有天身、人身、鬼身、畜生身，形状不同啊，都成佛道。啊，诸位如果是实，能多涉猎一些佛经，啊，你就晓得，许许多多畜生修成了菩萨。为一切大众讲经说法了，我们在经上看到了，啊，牛王，牛是出生的。鹅王啊，鹅也是出生的，野干出生道啊，为一切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讲经说法，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，这是为我们实现，告诉我们九法界众生是一体的，九法界众生是一家人啊，乐王菩萨啊，我们更常见的佛说的很多，出生修这个修因正果的啊，当然这个里面有权有实啊，实是真正出生修行正果的，权是什么呢？权是诸佛如来化身实现的啊，应以什么身说法，他就实现什么身啊，实现出生身啊，啊，那是大权实现了，但里头还是有真的啊，所以了知如来境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再看第九首，佛如虚空无分别，等等法界无所依，化现周行迷不至，习作道场成正觉。清凉大师在前面跟我们说明，如来身体统虚空，用周法界，如来身是我们的自信，这是透露了我们自信的真相。句子里面啊，这个偈颂里面第一句是讲的智身，通常大乘教里头一般讲三身，化身、
应身、化身啊，讲三身呢。华严经都是用十表法，所以在华严经说十种身啊，但是十种身呢是三身开出来的啊，化身、报身呢应化算一个啊，应化身啊，化身、报身、应化身开出来的啊，归纳了我们一般讲三身啊，这第一句讲智身呐，佛如虚空无分别，真智慧是没有分别的。分别就不是慧了，分别是什么呢？分别是识啊，识有分别，慧没有分别。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学不能不留意啊，根本智叫无分别智，必须证得无分别智，而后从根本智才生后得智。后得智是什么呢？无所不知啊，那是慧。啊，慧不从分别里头来的，凡是用分别决定不是智慧。不是智慧叫什么呢？佛法里叫聪明。啊，或者叫呢世间智慧。啊，六道众生他们讲的智慧不是佛说的智慧。佛说的智慧决定是利分别执着妄想。啊，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世智变聪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认识，才晓得自己怎样修真智慧。啊，才不修啊。心是虚空啊，是这虚空啊，还是心变现出来的相分。啊，虚空之内所有一切的法相都是唯心所现。啊，心现这么多相，哪一个相跟心的体最接近呢？那应当是虚空。正是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虚空里头本来无一物，所以这个相分呢，与性体贴近了啊，心包太虚啊，那是更深一层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心等太虚，
我们虽然不包太虚，我们跟太虚相等，跟他平等，那就跟那个性体啊很贴近了。要有这样的心量，决定没有分别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才能生智慧，这就是根本智。等等法界无所依，这一句清凉大师说至深等法界，至深呢等法身，真法界就是法身呢，等真法界，所以它起作用的时候才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依这一句。决定不能够疏忽。我们这个世间人，不但是六道凡夫，十法界里面的有情众生，都没有法子避免，要找个依靠啊。找个依靠是错了，但是我们今天这样说法呢，那些听的人的时候，法师你错了，找个依靠是对的呀。凡夫必须要找个依靠，没有依靠他心不安呐。一定要找个依靠啊！圣人呢，了解事实真相啊！你看看禅宗的故事，大魔祖师到中国来。在少林寺念笔九年，总算不负他的苦心啊，来了一个慧可啊，慧可就找依靠啊，知道大魔是真正的大德，向他请教。大魔祖师在那打坐，理也不理他。那个时候正好是冬天下雪，他在雪地上站了很久，大魔祖师没理他。最后这个慧可用自己的戒刀，出家人身上都带个戒刀，把自己手背砍下来啊，供养大魔。大魔看着这个样子，哎，你何苦来呢？你为什么这样做啊？你为什么来找我？他把他的心里话说，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呐，心不安，没有依靠啊。
大摩祖师伸出一只手来，我们现在看很多大摩祖师的像啊，都是一个手撑出来啊，撑出来说，就跟他说，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安。这一句话的提示，慧可回光返照啊！啊，没错，我心不安，祖师替我安心，那心现在要拿出来给他看看呢、啊。这一回头去返照啊，他说了：“密心了不可得，我找不到。”啊，我仔细去找我的心啊，不可得。正是《楞严经》一开端呐、释迦牟尼佛对着阿难齐处真心，阿难的这个智慧没有慧可高啊，阿难还是又落在分别执着里头啊。就到处找，找了七处都被世尊否定了啊，没有慧可这样子干净利落。啊，那我们晓得楞严会上是阿难跟释迦牟尼佛大权示现，如果要像大摩跟慧可一样的，楞严经就没有了。啊，还有什么楞严经好说呢？啊，那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啊，这个大摩跟慧可那是真的。啊，慧可这一回光返照，大摩祖师就告诉他：“于汝安心静，我把你的心安好了，没事了。”慧可在这一句话里头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！啊，于是大摩祖师就把衣钵传给他了。啊，这是中国禅宗二祖。要晓得，无所依不可得，是真的。你什么时候真正明白了心不可得啊？不管你是真心是妄心都不可得，妄心也不可得，真心也不可得。真心妄心在哪里呢？遍虚空法界，真心遍虚空法界，等正法界无所依啊！妄心也是等正法界无所依。真妄是一，不是二啊！悟的时候叫真啊，迷的时候叫妄啊！实在讲，心哪有什么真妄呢？啊，有真妄的变成二心了。啊，那不是一心，心没有真妄，就有迷悟不同。啊，觉悟我们叫它做真，迷了我们叫它做妄。啊，都是等虚空法界，都是不可得，都是无所依。啊，所以佛家修行人古时候有名无依道人啊，无所依啊。你要看到无依道人啊，他是佛子啊。
那个心才叫真正清净啊，真正没有牵挂了啊，还有得失，还有依靠妄心啊。啊，你看看我们一般凡夫进佛门不是要皈依吗？皈依是找个依靠啊。啊，皈依是回头。啊，依就是找个依靠。啊，佛非常善巧，啊，叫你从迷惑回头依旧，这叫皈依佛。从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回头，以正确的想法看法，这就对了啊，这叫皈依法了。从一切染污回过头，以清净心，这叫皈依僧。觉正净是自信三宝，佛说的多好啊。啊，从迷邪染回归到觉正净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但是你要晓得，迷邪染这是妄想，等虚空法界，觉真净是觉悟，也等虚空法界，都不可得，都无所依，你这才容易欺辱啊！着了相不行啊！啊，着相你没有办法欺辱啊！化心周心迷不至，习作道场成正觉。这两句清凉大师说它的作用也等虚空啊，法界也等法身之周边。经文略举正觉，实通一切。啊，我刚才跟大家讲的，觉真净周边法界，迷邪染周边法界，啊，觉性周边法界，迷性也周边法界，实通一切。前面长行里面讲的以神通力化现种种身啊，化现周心迷不至啊，习作道场成正觉啊。我们把这个意思稍稍能体会的一些，要知道啊，落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，如何落实呢？一切随缘，绝对不攀缘，念攀缘的念头有。这个叫积功累德了，还有一点攀缘的念头在，就错了。啊，真正做到看破放下，宇宙人生的理事性相应
果总名称叫实相，诸法实相啊。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彻底明了，你能够了一分，你就有一分受用啊，你看破一分了。你能够了两分，你就有两分受用啊。什么受用呢？放下。了一分呢，你决定能放下一分。放下是修行啊，放下是功夫啊。啊，你为什么放不下了？你没有透彻了解。啊，了解之后啊，你就真放下了，你真的有智慧，真有善巧方便啊，真正能够利益九法界众生，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！习作道场成正觉，这是清凉大师讲的好，六举一种啊，成正觉这是最难的了，都是轻而易举的实现，其他的那就更不必说了，啊，通通包括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